现在在石门山，刚爬完就要吃东西了，完全都没有达到减肥的目的。我们来看看我们吃什么。蚵仔煎。我现在上来的第一道菜是这边路边摊的蚵仔煎。哦，烤得很酥脆呢。来试试看。好。很不错吃哎。最主要我觉得是那个面粉煎的很酥。然后酱料也是我们喜欢的那一种，像甜辣酱的那一种。试试看。第二个是臭豆腐，台式的加泡菜，怎么样？台式的就是泡菜加一点臭豆腐，然后这样子吃。香的好不贵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在石门山吃的早午餐。臭豆腐加吃完的话，这样子哦。